他是阿明。上个星期，阿明的爸爸载他去图书馆借了好多书，阿明得到好多知识。但获取知识后的阿明无法还书，因为他借的书太多太重了。爸爸，可是阿明的爸爸已经出差了，不能帮忙还书，阿明只能自己想办法还书。于是阿明开始健身，几天后他练就一身精壮的身体。他背起装满要还的书的厚重背包，准备前往图书馆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阿明还是缴了逾期还书的费用。阿明这才发现，皇天是不负苦心人，逾期还书的费用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再给阿明一次机会，阿明可以怎么做呢？一，请了爸爸，跟爸爸说，如果你去出差，不载我去还书的话，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的问题，我就会选妈妈哦。二，请爸爸努力赚钱，在图书馆旁边买房子，之后去图书馆还书就会很快。三，使用只有六寸萤幕、超轻巧方便携带、彩色电子墨水技术、无蓝光伤害、阳光下不反光、长时间阅读也舒适的 HiRead Get One SC 彩色电子阅读器。HiRead eBook 电子书店有超过150,000本丰富的数位内容，不管你是购书、租借还是订电子杂志都可以，超多元。重点是 HiRead 目前与台湾和其他国家各大公共图书馆、大专院校、高中、国中小与专门图书馆都有合作，只要持有该馆的阅览证，申请账号、密码登入页面后即可使用。只要有了 HiRead Get One SC 彩色电子阅读器，再也不用出门去图书馆，甚至抱一本书回家了。还是四，使用 Great Island 咒语卡同行，这样去图书馆还书就很方便。使用同行，玛莎多不是图书馆。喂，那边的小鬼，嗯，那个是甘叔，把你的指定口袋卡片 No.002 一寸的发际线交出来。自己去买落件啊？不交出来是吗？那就别怪我来硬的啊，肩膀好僵硬。Book。那是 Harry Guess One SC 彩色电子阅读器，不乖乖把一串的发际线交出来，小心变成这副德性。那是 Harry Guess One SC 彩色电子阅读器的生活化功能，除了平常可以当阅读器，只要放入照片就可以当数位相框使用，好方便。它使用超环保省电电子纸，它的行事历还可以同步 Google Calendar。啊，我就要交手机费，我去 Seven 缴费，可以动我一下吗？哦，嗯，谢谢。抱歉，抱歉。嗯，没事，那我们继续哦。好，纳命来。可恶！等等，他的数位相框还可以轮播照片，照片里的那个是，这是阿嬷。阿嬷，我回来喽。啊，小叔回来了。哦，你的书包看起来好重啊，上学辛不辛苦啊？不辛苦，我要用功念书，长大赚钱买好大的房子给阿嬷住。可以的话，经常是大安或西一区的。我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《趁早把未来磨成你想要的样子》里面的一句话：不甘平凡就去奋斗。用 HiRead Get One SC 彩色电子阅读器截取书摘，记录名言佳句的功能记录下来。我也使用它的个性留言板，时时刻刻督促自己要努力用功。结果长大之后，不止买不起好大的房子给阿嬷，还越来越秃，只有在路上随机抢夺玩家的一寸的发际线。阿嬷，我错了，好可怜。为了不跟你一样，所以我选择二，请爸爸努力赚钱，在图书馆旁边买房子。从此，阿明就住在图书馆旁边的大房子，过着开心的日子。阿明又用他的智慧化解了一次危机，干得好，阿明。三小。